秀场啊，金句啊，凡哥所在之处，方圆500里内无母狗，都在他家。那时候在国外的时间很久，然后我回来，我就是没有看一些报道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到底交过几任女朋友？”嗯，他就说没有过啊，你是第一个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试在他睡觉的时候睡一睡，我就摇他，哎，老公老公，他说干嘛？我说哎，老公，那个你交过几任女朋友？然后他说没有啊，只有你一个啊。哎，一种是真话，一种是内话。后来我又再试一次，就是有一天他喝醉，他去应酬，醉到真的很不行了，就是我是要把他拖上床的那，我在擦他的脸，说我说爸爸爸爸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你到底交过几任女朋友？好像魔镜，魔擦魔镜。我想说你最好给我讲真话。他说没有啊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交过你一个啊。哇，所以是真的内化了，完全内化了。对啊，我只好就相信，就相信，相信。